起来，不是归太平洋，请那个赖坤成委员发言，不是，最后宋少文。部长啊，司部长。司部长有请。今日同款照例啦吼，大家拢咧讲水电起价的问题吼，台糖当当严重的，伫遐坐甲吼脚嘛咧酸啊，然后坐甲来请伊两个起来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咱请咧。中油是跟台糖的位置。无啦无啦，台糖就好啦。哦台糖。台糖就好啦，我、那個、对，我这嘴甜甜，我开始食糖的啦。胡董事长跟迄个魏总经理。好好好，来，部长啊。多谢啦，顶礼拜去台东关心阮的水利的问题，好，应该做的事。好、哦，你我看你的处理代志很明快。来，我请教你一下哈、哦，咱台湾俗语有一个讲一个，天下第一公是啥物？正金食好，好什么我袂记得。天下第一公是啥物啦？正金食好，回虾崩啊！小粉粉风，还是亚球吹烧龙？小粉粉风。哈，还是正金啥物？你搁讲一个啊？天下第一公吃荤本风，无啦，啊，你第三正确答案，我是给你三选一啦。天下第一公正甘蔗何会下崩？啊对啊，你看日本时代，这个日本时代流传到今嘛，啊，这会下是讲对，对讲以前的株式会社，即卖单能公司会下嘛，哈，会下像李富新爸在做吃会下的工课啊，啊，即卖会下无，咱即卖看他下会尔嘛。啊，回下就要走去对啊，叫他变呆等啊，对啊，所以恁这种接收日产、地产的来，全国第一大地主的啦。啊，我即马问你讲，这是日本时代回下崩，即马好农民第一公家向租地，农民第一公家向租地，你敢不知道？我来问来了，几个答案给你讲啦哈，有国有财产局啦，有林务局啦哈。有原住民保留地啦，退伍会啦，河川恢复地啦，恁经济部的啦，管政府的啦，乡公所，你讲那统租的这的像那地租统贵？我想今后边看两公台等的吼，大门应该是台等的意思。我想啊，当然啦、啊，都是因为都是白白的租农地，卖公卖哦，卖遐个那种要求贵的哦，都是租地了。就是恁台糖的租了通贵，来，我一项讲互你听。我讲阮台东就好，吼、哦，咱又去讲咱台东，李富新嘛是阮台东人啊，对吧？台东91.3%的土地是公有土地，你看看你们台好、哦，这那么多的单位里面，其实台糖所占的比例不高，真的总体来讲比例并不是很高，但是它的租金来，好、哦，来多一点。一家地一工爱甲一栋哈，一种的地，一种的地，一年爱甲恁，唔无甲一家地哦，甲恁租地、厝地兼遐栋地，一家栋爱80,000+，你有相信无？咱乡警一讲一条补助偌济？可能甲地方迄、那个地价评定有关的，我有信。这我甲你讲，这绝对哦。来，你看，鹿野哦，鹿野哦，唔是台东市哦，唔是比南乡的鹿野哦。卡无一家地安尼吼，要租人80,000+啊！我头讲的可能跟地目有关系的遐一块。啊，对吧？问题一对啊，接下来我们就探讨为什么会80,000+？为什么80,000+？同样的土地，如果在相同地段，伊嘛是赶快有做农地，然后他在上面盖一个农舍，国有财产局的土地租金大概不到你们的十分之一，不到十分之一，赶快你的亮点，你的所在。麦哥阿嘎寮啊遐，哦，都是鹿野哦，不是台东市，这个都有租金哈、哦，这拢有迄、那个国有财产局相当差不多土地面积差不多的，伊一年才1,500+尔，恁台糖也共算啊80,000+，阿们都租了恁的地算衰，当时咱这祖先为西部过去台去后山去开垦，迄当阵也无恁台糖，也无国有财产局，也无啥，土地拢是共款。但是经过国民政府走路过来台湾了，变成了无同款的土地管理机关的时阵，差别那也差遐济去啊！卖讲走路啦，转进来台湾啦，哈，对，好，对吧？现在这个数字一清二楚，现在已经有多少的租台糖的土地农民，他们已经付不起这地租了。
我现在讲委员报告，我在猜了哈，这大概地目大概都是建地，我在猜了哈。好，对，那为什么会变成建地？是不是台东刷表？对对对，这其实来处长，请黄处长说明一下好了。好了，就是部长讲的没有错，就是建地了。那为什么？好啊，跟委员报告，因为在台东来讲的话，我们还要缴地价税啊。那地价税率的负担，我们都是55%。那如果他已建，如果说是他是出租建地的话，如果符合那个找那个农建不可分离土地的话，我们可以来做，来做减那个。对啊，这个我从去年也在县政府跟你们协调这个问题。你看，对同农民来讲，情何以堪？你今仔日若讲做台糖的土地，我是要来起厝的，你甲变做建地，迄无话讲。遐个所在，佮甲你讲，你为日本时代甲当，就是规个农村，拢是大家头前庙。有一个亭伫遐，你即摆你看，伊就变到即摆，已经到即摆。你讲佫十年、二十年后，迄块建地佫讲，互你去遐起，看你要起无？不，委员报告，因为那个都市计划划为出租建地或者建地目，迄是迄个政府机关。管政府的嘛，对无？讲这是管政府，当然我嘛知影管政府。啊，所以这个部分，地委员你去年去接顺的时候，开始去处理，即摆嘛是做整体调查，最近我哋佫。这个吼，台东的这个农民，对昨天台东土地的这个农民，大概是已经哈动不了啊，因为真的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同样，朱国有财产局的地，租金又便宜，他因为也是为农地，法律上咱拢真清楚，但是百姓又分袂清楚遮。我着一世人打拼，我工作，我大，我着徛起伫遮，做到一世人咧做佃农啦，对不？啊，要甲你卖，你拢用市价要卖人。佮未比国有财产佫较贵，大家买袂起。但是佮租金逐年安尼交，对这农民真正是无公平。当然，这件代志咱私底下咱进程，咱已经有做一些事哈、哦，这个一些协商方向也带领出来。我们希望说部长今天在这里哈、哦，在这里希望说加速台糖土地的这个不合理的现象。我们也会再找，马上再跟台东县政府、地方政府来协调说，如何再把这个土地哈、哦、这个。这个都市计划，它有些是在都市计划区，有些是在非都市计划的一个乡村区，好、哦、乡村区的已建这些问题来解，你最起码哈、哦，你个挂出来嘛，你真正有跟农业经营不可分离的那些土地，好、哦、对不？遐个挂出来，啊，你讲要厝地遐用租金较悬，遐拢不要紧，因为这真正台糖的土地和国有财产局的土地差距差十几倍去嘞，遐租金对农民来讲无哈。哦谢谢委员，那讲边边是伊建筑的吼，噶有地是农地，有地是建地，啊、建地成本高嘛吼。有啊，我想这款代志应该改善啦。谢谢。哦、这真正是台东91.5%哈，点三是公有土地，真正这农民偌济为着要交恁的租金，农民故意简单算价呢。伊交你的租金的哈，伊若交十五年还是10年都买起来，但是伊毛一时无法都买起来呢。我建议是说，像这些土地，迄拢是人因为日本时代去用吼，火车给因招来这开垦，大粒瓜、细粒瓜。你恁那台糖伫对岸唔知呢，还在南京呢，对不？哎，我们是台糖无为南京过来了哈。同款伫台吼，迄当阵台糖也无咧，恁讲接火车，你看人伫遐工作遐久啊啦，是不是？我们来考虑说一个专案，把它剔除都市计划之内，对，剔除。另外，其实我觉得正本清源。彻底解决方式跟着有体验政策，我们来做一个专案的让售，专案让售，对吧？好，你嘛免搁底下管理个这土地，啊，事实上这土地你讲你要安套上去，嘛无可能，咱规个砖头底下住个遐久啊，已经住了那么久了。好、哦，我想那个黄处长也很清楚，我们也去谈过，去看过。你讲，你讲两点，你还去加减讲外口人有一挂去遐买，吼、哦，去底下，啊，家了啊。锦丰村那里，规个砖头百几户，差不多拢分林吼，分林人较侪呢，拢分林人遐较侪，分林中华遐，你个故乡可能嘛未少人，你去问看卖，看因过去遐个怎嘛生活安怎款，对吧？租你一片地、一家地，伫遐种作、种甘蔗，一年收的无够了，你连租金啦。但是讲要甲放掉，讲卖租，这租先留落来的，伊嘛做袂出来啊，喙齿紧加咧，硬租落去啊，硬租落去，老大人啊啦。秦教官讲哈，我们真的好，我想我今天我本席在一而再再而三也都利用这种机会，把这些问题好提供给部长，给各个相关单位了解啊。我们今天不是说不能不会炒新闻呢，我那边插些哈，要给你插较咸的啦哈，
对嘛？那个但我拢讲甜的，互恁哈，对不？但我们就希望说，政府如果说我们有一点反应的话，真的会帮这些农民好好的来，谢谢好，替他们解决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保定，感谢您哈，谢谢。